青娥祸还自匡酒，晋人也，副官县尉，早卒，一生最幼，聪慧绝人，十一岁以神童入判，而母过于爱惜，今不令出庭户，年十三上不能辨叔伯生旧焉。同里有五平侍者，好道，入山不返，有女青娥，年十四，美亦长伦，幼时窃读父书，慕和仙姑之为人，父既隐，立志不嫁，母无奈之。一日，生于门外瞥见之，童子虽无知，只觉爱之极，而不能言，直告母，实委秦焉。母知其不可顾难之，生郁郁不自得，母恐服二意，遂托往来者致一舞，果不协，生行思作愁，无以为继。会有一道士在门，手握小禅长才尺许，生借月一过，问将何用，答云，此主要之具，物虽微，坚实可入。生未深信，道士即以着墙上石，应手落如斧。生大意之，把玩不释于手。道士笑曰：“公子爱之，即以奉赠。”生大喜，酬之以钱，不受而去。持归，立誓专石，略无隔阂。顿念学墙，则美人可见，而不知其非法也。更定于园而出，直至武帝，凡学两重园，始达中庭，见小厢中上有灯火，浮窥之，则青娥卸晚妆矣，少请竹灭迹无声，穿拥入，女已熟眠，轻解双履，悄然登榻，又恐女郎惊觉，必遭喝逐，遂潜伏嗅者之侧，略闻相惜，心愿妾位，而半夜经营，皮带颇甚，少一合谋，不觉睡去。女醒，闻鼻气羞羞，开幕见学戏亮入，大骇，暗中拔关清出，敲窗唤家人赴，共若火操帐以往，则见一总角书生酣眠嗅榻，细审实为祸生，推之始觉。俱起，目灼灼如流星，似亦不大畏惧，但勉然不作一语。众指为贼，恐呵之，使出涕曰：“我非贼，实以爱娘子故，愿以尽方泽耳。”众又移学数众元，非童子所能者，生出禅以言意，共视之，骇绝，亚为神兽。将共告诸夫人，女俯首沉思，亦似不以为可。众窥之女意，因曰：“此子生名门第，殊不汝殿，不如纵之使去，彼复求眉焉。”结旦假道以告夫人，如何也？女不答。众乃促生行，生所缠，共笑曰：“哀儿童，犹不忘凶器耶？”生去枕边，有凤钗一股，因纳袖中，以为婢子所窥，即白之。女不言亦不怒，一袄拍颈曰：“莫道他癌，若意念乖绝也。”乃夜之，仍自斗中出。既归，不敢实告母，但主母赴眉至之，母不忍显惧，唯便脱眉饰，即为别密良音。青娥知之，钟情黄极，因使负心者封侍袄，袄月脱眉网，会小婢漏泄前世，五夫人辱之，不胜悔愤，眉至，亦触其怒，以杖画地，骂声并及其母，眉俱窜归，俱述其状。生母亦怒曰：“不孝儿所为，我都蒙蒙，何遂以无礼相加？当交古时，何不将荡儿淫女一并杀却？”由是见其亲属，辄便披诉。女闻愧欲死，五夫人大悔，
而不能尽之使物言也。女因使人晚至生母，且使之以不他，其慈悲切，母感之乃不复言，而论亲之媒，亦遂辍矣。会秦中欧公载事议，见生闻，深弃之，时召入内署，极易忧宠。一日问生，昏乎，答言，未。细节之，对曰，素与故武平侍女小有盟约，后以微贤，遂至中寝，问有怨之否，生勉然不言。公笑曰，我当为子承之，即委县尉教育，纳婢于武，夫人喜，婚乃定。余遂娶女归，女入门，乃以禅至地曰，此寇盗物，可将去。生笑曰，勿忘梅曰，真佩之，恒不去。生女为人温良寡默，一日三朝其母，余为闭门祭坐，不慎留心家务，母或以吊庆他往，则事事经济，往不仅仅，年余生一子孟仙，一切委之如宝，似亦不慎顾惜。又四五年，呼谓生曰，欢爱之缘，余资八载，今里长会短，可将奈何。生今问之，即以默默盛装拜母，反身入室，追而截之，则仰眠榻上而气绝矣。母子痛悼，购良材而葬之。母已衰迈，每每抱子思母，如摧肺肝，由是诟病，遂背不起，溺害饮食，但思于羹，而近地则无，百里外食可。购至，十司其皆被差遣，生性纯孝，急不可待，怀资独往，昼夜无停止，返至山中，日已沉明，两足拔旗，步步能止。后一叟至，问曰，足的无炮乎？生为为，叟便夜坐露鱼，敲石取火，以直果药末熏生两足气，是使行，不为痛止，坚毅矫健，感极深谢。叟问何事急急，答以母病，因力道所由。叟问何不另取，答云未得家者。叟遥指山村曰，此处有一家人，倘能从我去，仆当为君作罚。生辞以母病待余，故不黄霞。叟乃拱手曰，以一日入村，但问老王，乃别而去。生归烹于县母，母略尽，数日寻抽，乃命仆马往寻叟，至旧处迷村所在，周章于石，西吞见坠，山谷甚杂，又不可以急望，乃与仆上山头，以瞻里落，而山径崎岖，苦不可复其，拔履而上，媚色浓烟矣，叠谢四望，更无村落，方将下山，而归路已迷，心中燥火如烧，慌窜间，名堕绝壁，杏树尺下有一线荒苔，坠卧其上，阔紧容身，下是黑不见底，聚集不敢少动。又杏崖边皆生小树，约体如兰，移时见足棒有小洞口，心窃喜，已背着时，曹行而入，一稍稳，祭天明可以呼救，少请深处有光如星点，渐近之，约三四里许，忽睹狼舍，并无钢烛，而光明若昼，以利人自房中出，视之则青蛾也。见生惊曰，狼何能来？生不暇沉，抱屈屋侧，女劝止之，问母疾儿，生悉述苦况，女亦惨然。生曰，卿死年余，此得无名间耶？女曰，非也，此乃先府，囊时非死，
所益亦逐杖耳。郎今来，先元有分也，因导令朝父，则亦修然丈夫坐堂上，生屈拜。女曰：或郎来，问惊起，握手略道平素，曰：婿来大好，分当留此，生此以母望，不能久留。翁曰：我亦知之，但迟三数日，即亦何伤，乃尔以摇酒，即令必设榻于西堂，施锦阴烟，生既退，约女同榻寝。女却之曰：此何处，可容暇歇？生桌必不舍，窗外婢子笑声痴然。女亦惭，方争俱坚。翁入斥曰：俗古屋无洞府，宜即去。生素负气，愧不能忍，作色曰：儿女之情，人所不免，长者何当似我，吾难即去，但令女须便将去。翁无辞，招女随之，起后护送之，转生离门。父子何飞去，回首峭壁谗言，吾少细缝，知影穷穷，往所归事，是天上斜月高阶。星斗已稀，怅怅良久，悲已而恨，面壁较豪，气无应者，愤急，腰中出禅，凿石攻进，瞬息动入三四尺许。隐隐闻人语曰：孽障哉，生奋力凿一级，忽洞底或开二飞。推额出曰：可去，可去。必即复合。女怨曰：既爱我未复，岂有待丈人如此者？是何处老道是受辱凶气，将人缠混欲死。生的女意愿已未，不复质变，但幽路险难归。女者两只，各跨其一级，化为马行且使。俄卿至家，时师生已七日矣。初，生之与仆相师也，觅之不得，归而告母。母遣人穷搜山谷，并无踪续，正忧惶所闻子自归，欢喜成迎，举手见父，饥骇绝，生略数之。母亦欣慰。女以行迹诡异，虑骇勿听，求疾拨迁，母从之。义俊有别业，客妻喜往，人莫知之。偕居十八年，生一女，是同一李氏。后母寿终，女未生曰：吾家茅田中有稚抱八卵，其地可葬，汝父子扶趁归贬，而已成立，宜即留。守庐墓，吾用复来，生从其言，葬后自返，月于孟先王省之。而父母俱杳，问之老奴，则云：父葬未还，心知其意，浩叹而已。孟先闻名甚噪，而困于厂屋，四旬不受，后以拔贡入北围，欲同好生，年可十七八，神采俊逸，爱之，是其卷，祝顺天领生获众仙，邓穆大骇，因自道姓名，众仙亦异之，便问相冠。孟熙告之，众仙喜曰：帝父都时，父主闻场中如逢山又获幸者，无足也，依于款皆，今果然矣，故何以名字相同如此？孟先因节高曾并言雌姓会已而惊曰：是我父母也。众仙疑年耻之不累。孟先曰：我父母皆仙人，何可以冒信其年岁乎？因数往计，众仙始信，场后不暇休息，命驾同归，才到门，家人迎告，是夜师太翁及夫人所在。两人大惊，众仙入而寻诸父。父言：昨夕上共杯酒，母谓汝夫妇少不更事，明日大哥来，吾无虑矣。
早旦入室，则去无人类。兄弟闻之，顿足悲哀。众仙犹豫追觅，孟仙以为无益，乃止。是科仲领相见，以尽中祖墓所在，从兄而归，犹记父母尚在人间，随在探访，而终无踪迹矣。亦使是曰：钻穴眠榻，其意则痴，凿壁骂翁，其行则狂。仙人之撮合之者，唯欲以长生报其孝耳。然既混迹人间，遐生子女，则居而终焉，亦何不可？乃三十年而履弃其子，亦独何哉？亦已。双引号。